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代八回向法，今日到场同业大众，相与胡贵合掌，心念口言，随我今说。十方诸天仙，所有功德业，我今为回向，同归正觉道。十方龙鬼神，所有圣善业，我今为回向，同归一乘道。十方诸人王，所修菩提业，我今为回向，同归无上道。六道众生类，所有为善业，我今为回向，同归无上道。十方佛弟子，善来比丘众，无着四沙门，即求圆觉者，引显化众生，明了因缘法，如是间一切尽回向佛道。十方诸菩萨，读诵受持经，入禅出禅者，劝总行众善，如是等三乘一切众德本，尽回施众生，同归无上道。天上及人间，圣道诸善业，我今劝回向，同归无上道。八心及忏悔，自行若劝人，所有为豪福，尽回施众生。众生不得佛，不舍菩提愿，一切成佛境，然后登正觉。仰愿佛菩萨，无漏诸圣人，此世及后生，唯愿见摄受。今日到场同业大众，相与至心，五体投地，奉为国王地主回向，奉为父母亲缘回向，奉为师长同学回向，奉为信师谈悦善恶之事回向，奉为护世四王回向，又为十方魔王回向，又为聪明正直天地虚空，主善拔恶守护持咒五方龙王龙神八部回向，又为悠闲一切灵奇回向，又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众生回向，唯愿十方诸天诸仙龙神八部一切众生，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恒慧无相，不复单着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九。三途俱报，苦楚难当，总由一念自招殃。几念是无常，肯倒衣王，慈化永流芳。南无善慧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善慧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善慧地菩萨摩诃萨。初忏：九品导师，九级六天而侍卫，九界慈人，九种罗汉已参随。唯愿圣慈永享于九重阙内，拔资群类，同登于九品莲台。功超九友，道阅九天，仰为大觉，证明忏悔。上来奉为求忏众等，熏修梁皇忏法，批阅海藏灵文，自当第九卷，出入二十，供完告毕。供对圣前，起手皈依，焚海岸之旃檀，谢明缘之异果，茶轮醒昏沉之味，灯燃破暗黑之光，奇花妙夺于天机，梵拜清传于仙乐，至诚六念，禅观一心，教记筹量，皆悉回向。阿耨菩提萨多，声闻罗汉，诸天，天经地纬，掌握阴阳，权衡诸造化，八部众龙神，咸愿见此心，普熏真常乐。奉为求忏众等，忏除种种之业障，获得永永之真祥，顿超九品，早证联邦，不愿
九劫罪愆，自此时而解释，九忧苦去，超永劫之沉沦，不至九地九思之见惑，速达九莲九品之境邦，贤阅九功，资研九德。然则在寺批陈，有恐情有差户，在劳尊重，重重忏悔。梁皇忏九卷功德力，愿灭信人九劫罪，清正菩萨善慧地，忏闻举处罪花飞，解了冤，忏了罪，消灾增福慧，龙华三会愿相逢，弥勒佛前亲受记。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。梁皇忏九卷已全周，回向四恩并三友，拜忏众等增福寿，愿将法水洗迁游，善慧地菩萨唯愿哀纳受。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十，一奉献绫罗锦绣纱，绡巾褂子难描画，龙女织就金丝帕，波斯匿王舍袈裟，马明王菩萨誓愿神通化。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。入忏。公文：十号能人，作宝莲花成正觉，十声调御，亦为城内转法轮，光明遍照于十方，方便全超于十地，具足十波罗蜜，故称十愿大王。仰祭弘慈，俯垂洞见，上来奉为求忏众等，修建慈悲道场忏法，兹当第十卷。入坛缘起，端客一心，精诚十供，奉献十方三宝，熏修十轴仪文，依十科之忏法，解十禅之罪愆，切念众等应从囊结，果感今生，每十善之正因，造十二之业障，十禅自绕，似钩锁之连环，十习自熏，累飞蛾之复火，见及百千形状，复成无量罪端，爱见未忘，贪心难满，嗔火烧尽菩提之种，夜风凋残功德之灵，岁月蹉跎，方知过旧，光阴疏忽，始觉前卑，今则成忏悔之玄门，信熏修而有序，凭诸资旅辟阅经文，修佛事以周隆，作无穷之法力，刻念摄念以重重，一尘投尘于一一，望佛垂慈，明熏加倍，一念普观无量劫，无去无来亦无住，如是了知三世事，超诸方便成实力，祈运慈悲道场忏法，一心归命三世诸佛。南无过去毗婆尸佛，南无湿气佛，南无毗舍浮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牟尼佛，南无迦摄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当来弥勒尊佛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十，菩萨回向法第三十八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相与以德，汗劳人苦，修如是等无量善根，一复人人起如是念：我所修习善根，悉以饶益一切众生，令诸众生就近清净；以此所修忏悔善根，令诸众生皆悉灭除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阎罗王等无量苦恼；以此忏法，为诸众生做大赦宅，令灭苦因，做大救护，令脱烦恼，做大皈依，令离恐怖，做大止趣，
令至至地做大安稳，令得就近安稳处做大明照，令灭痴暗做大灯明，令得安住就近明净做大导师，令入方便法门得净智身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此诸法是菩萨摩诃萨为愿亲故，以诸善根同共回向，与诸众生等无差别，入平等观，无愿亲想，常以爱眼视诸众生。若众生怀愿与菩萨起恶逆心者，菩萨为真善之事，善调伏心为说身法，譬如大海一切中毒所不能坏，菩萨一耳愚痴无智，不知报恩，如是众生起无量恶，不能动乱菩萨道心。譬如槁日普照众生，不为无目而引光明，菩萨道心亦复如是，不为恶者而生退末，不以众生难调伏故，退舍善根。菩萨摩诃萨于诸善根信心清净，长养大悲，以诸善根普为众生身心回向，非但口言，于诸众生皆发欢喜心、明净心、柔软心、慈悲心、爱念心、摄取心、饶益心、安乐心、最胜心，以诸善根回向。菩萨摩诃萨发如是善根回向，我等今日亦应养学如是回向，心念口言，若我所有回向功德令诸众生得清净趣、得清净身，功德满足一切世间无能坏者，功德智慧无有穷极，身口意业具足庄严，常见诸佛以不坏性听受正法，离诸以往一持不忘，尽身口业，心常安住甚妙善根，永离贫乏，其才充满，修学一切菩萨所学，得诸善根成就平等，得妙解脱一切种智，与诸众生得慈爱眼，身根清净，言辞辩慧，发起诸善，心无染浊，入甚深法，摄取一切，同住诸佛，住无所住，所有回向悉如十方菩萨摩诃萨所发回向，广大如法性，究竟如虚空，愿众等得如所愿，满菩提愿，四生六道同得如愿，重复增道，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威德佛，南无建明佛，南无善行报佛，南无善喜佛，南无无忧佛，南无保明佛，南无威仪佛，南无药福德佛，南无功德海佛，南无净香佛，南无断魔佛，南无净魔佛，南无过衰道佛，南无不坏意佛，南无水王佛，南无净魔佛，南无众圣王佛，南无爱民佛，南无福灯佛，南无菩提相佛，南无智音佛，南无常精进菩萨，南无不休息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归命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，令回向心具足成就。众等若具有无量大恶罪业，应受无量无边处毒，于恶道中不能自拔，为今日发菩提心、为菩提行、为菩提愿者，愿十方大地菩萨一切圣人以慈悲心不为本愿，助众等于彼三恶道中救诸众生，令得解脱，是不以苦故舍离众生，
为我荷负重担，满平等愿，度脱一切众生生老病死、忧愁苦恼、无量厄难，令诸众生悉得清净，具足善根，就近解脱，舍离众魔，远恶之事，清净善友，真善眷属，成就净业，净灭众苦，具足菩萨无量行愿，见佛欢喜，得一切智，还复度脱一切众生。发愿第39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已发回向尽，赐复因虚发如是愿，寻福众恶所起，皆缘六根，是之六根众祸之本，虽为祸本，亦能招致无量福业，故甚慢精言，守护六根，净身口意，以此义证生善之本，故于六根发大誓愿，先发眼根愿，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广集十方四生六道一切众生，从今日去乃至菩提，眼常不见贪欲，无厌诈幻之色，不见谄谀取媚佞秽之色，不见玄黄诸子惑人之色，不见嗔恚斗争丑状之色，不见打扑苦恼损他之色，不见屠猎伤毁众生之色，不见愚痴无信疑暗之色，不见无谦无尽骄慢之色，不见96种邪见之色，唯愿一切众生从今日去，眼常得见十方常住法身湛然之色，常见32相紫摩金色，常见80种好随行之色，常见诸天诸仙奉宝来现散花之色，常见口出五种色光说法度人之色，常见分身散体遍满十方之色，常见诸佛放肉祭光敢于有缘来会之色，常见十方菩萨辟支罗汉众圣之色，常得与诸众生及诸眷属观佛之色，常见众善无教假色，常见七绝净花之色，常见解脱妙果之色，常见今日道场大众欢喜赞法顶受之色，常见四众围绕听法可养之色，常见一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之色，常见一切静默禅思修习智慧之色，常见一切众生得无生忍现前受记欢喜之色，常见一切登金刚会断无明暗补处之色，常见一切沐浴法流不退之色，已发眼根愿尽，相与至心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摄灭佛，南无梵相佛，南无智喜佛，南无神像佛，南无如众王佛，南无持地佛，南无爱日佛，南无罗侯月佛，南无花明佛，南无药师上佛，南无持势利佛，南无福德明佛，南无喜明佛，南无好音佛，南无法自在佛，南无梵音佛，南无妙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家富户，令众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，赐发耳根愿，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广集十方四生六道一切众生，从今日去乃至菩提，耳常不闻啼哭愁苦悲泣之声，不闻无间地狱受苦之声，不闻祸汤雷沸震响之声，不闻刀山剑树锋刃割裂之声，
不闻十八地狱间隔无量苦楚之身，不闻恶鬼饥渴热恼求食不得之身，不闻恶鬼行动肢解火燃作五百车身，不闻畜生身大五百由旬为诸小虫暂时苦痛之身，不闻抵债不还身骆驼驴马牛中身长负重鞭杖处踏困苦之身，不闻爱别离怨憎会等八苦之身，不闻四百四病苦报之身，不闻一切诸恶不善之身，不闻钟灵锣鼓琴瑟箜篌琳琅玉佩惑人之身，唯愿一切众生从今日去耳常得闻诸佛说法八种音声，常闻无常苦空无我之身，常闻八万四千波罗蜜身，常闻假名诸法无性之身，常闻诸佛一音说法各得解悟之身，常闻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法身常住不灭之身，常闻十地菩萨忍入修净之身，常闻得无生解善入佛慧超出三界之身，常闻诸法身菩萨入法流水真俗病观念念具足万行之身，常闻十方辟支罗汉四果之身，常闻地势为诸天说般若之身，常闻师地补处大士在兜率宫说不退转地法行之身，常闻万善同归得佛之身，常闻诸佛赞叹一切众生能行十善随喜之身，愿诸众生常闻诸佛赞言善哉世人不久成佛之身，以发耳根愿境相与至心五体投地重复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善业佛，南无亦无谬佛，南无大师佛，南无明赞佛，南无众相佛，南无得留不佛，南无是自在佛，南无得树佛，南无断疑佛，南无无量佛，南无善悦佛，南无无边变相佛，南无宝月菩萨，南无月光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令众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，赐发鼻根愿，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广集十方四生六道一切众生，从今日去乃至菩提，鼻尝不闻杀生滋味饮食之气，不闻田猎放火烧害众生之气，不闻真主熬制众生之气，不闻三十六物隔囊臭处之气，不闻锦旗罗湖惑人之气，不闻地狱波裂焦烂之气，不闻恶鬼饥渴饮食粪秽脓血之气，不闻畜生心骚不净之气，不闻病卧床席无人看视窗坏难进之气，不闻大小便利臭秽之气，不闻死尸膨胀虫食烂坏之气，唯愿大众六道众生从今日去鼻尝得闻十方世界牛头旃檀无价之香，常闻幽檀波罗五色花香，常闻欢喜园中诸树花香，常闻兜率天宫说法十香，常闻妙法堂上游戏十香，常闻十方众生行五戒十善六念之香，常闻一切七方便人十六行香，常闻十方辟支学无学人众德之香，常闻四果四相得无漏香，常闻无量菩萨欢喜离垢发光宴会难胜现前远行不动善会法云之香，常闻众圣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
五分法身之香，常闻诸佛菩提之香，常闻三十七品、十二圆观、六度之香，常闻大悲、三念、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十八不共法香，常闻八万四千诸波罗蜜香，常闻十方无量妙极法身常住之香，以发鼻根愿尽，相与至心，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离陀法佛，南无因供养佛，南无度忧佛，南无药安佛，南无释义佛，南无爱生佛，南无妙足佛，南无优波罗佛，南无花音佛，南无无边遍光佛，南无信胜佛，南无得精进佛，南无得妙菩萨，南无金刚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有福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，令众等得如所愿，满菩提愿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佛学名词供水。我们常常看到有些老菩萨在家里的时候的供，大家可以点香永醉，点香供水好像是一天的功课，但是究竟什么是供水呢？我们看到供水杯上面往往会写着戒定慧，也就是说我们内心在供水的同时要升起戒定慧的心，供三杯水也代表愿断一切恶、愿修一切善、誓度一切众生的三种菩提心。但是同样的，供水，水很清澈，代表我们内心要没有烦恼、没有痛苦。在西藏，阿底峡尊者就曾经很感叹地说，印度没有这么干净的水，但是供水这个这么容易累积福报的法门，藏人不知道。因此供水是很好累积我们福德资粮的法门，因为水很便宜，我们也不会对水生起贪心、生起后悔心，我们就可以用很清净的心来供养三宝，甚至我们晚上收下来的供水还可以做施食布施给众生。透过供水可以让我们的内心没有烦恼，这才是供水的真实意义。